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中共病毒肆虐全球，截至3月28号，全球已有180多个国家的60万人确诊染上武汉肺炎。重灾区意大利死亡人数破万，西班牙紧随其后。因染中共病毒而死亡的人数超过6000，包括王室成员。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的总感染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英国死亡人数破千。英王储查尔斯王子、首相约翰逊和卫生大臣汉考克等均染中共病毒而自我隔离。而在美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1万，纽约州占了一半。川普已令海军舒适号医疗船启程前往纽约协助抗疫，同时考虑可能将纽约、新泽西和康州部分地区进行隔离，以控制疫情蔓延。简单回溯一下，自去年12月初在中国武汉开始出现肺炎疫情，中共掩盖拖延了至少20天之后，才于12月31号正式向世卫组织通报。之后为了不破坏所谓欢乐祥和的过年气氛，中共又继续瞒报谎报了20多天。期间训诫李文亮和其他吹哨人闭嘴，湖北二会召开，万家宴照吃，直到武汉封城，全世界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但为时已晚。之后中共又拖延国际专家前去调查，销毁病毒样本，授意世卫组织报喜不报忧。就这样，中共病毒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毒遍全世界，以致今天的180多个国家沦陷，60万人确诊，30亿人被禁足，全球经济停摆并陷入困境。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蒙受巨大损失的国际社会要求中共赔偿的呼声渐起。美国已有多个国会议员联署，推动多个政府部门联合行动，强烈谴责中共政府掩盖疫情真相导致全球爆发，并要求调查索赔。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呼吁全世界必须开始行动，要中共承担所有责任。更有相关机构正式起诉中共政府，美国德州法庭已经立案。相信等全球疫情稍加稳定，各国腾出手来病毒支援的中共无疑将会成为众矢之的。为了逃避责任和嫁祸他人，中共先是甩锅美军，在遭到川普和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击之后，又试图把锅甩给意大利和德国，当然也都被怼了回去。而在这一轮甩锅大战中，看得最明白、说得最透彻的应该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25号的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毫不含糊地挑明了说，所有与会的国家都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虚假宣传，企图歪曲真实发生的状况。在川普停止使用中国病毒之后，他仍然坚持使用武汉病毒的说法，并敦促中共提供准确透明的信息。他警告与会的其他6个国家，中共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就像这次武汉病毒疫情所清楚显示的那样。说实话，我怀疑蓬佩奥是不是读过《九评共产党》或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2本书，因为他对中共的认知深刻而精准，与这2本书高度一致。这在大部分西方政客还不能完全分清中国人民与中共的当下，更显得难能可贵。为了抗击疫情和挽救全球经济，G7 之后又开了个 G20 视频会议，而中国为了避免参加会议的习近平成为众矢之的，营造有利气氛，几个之前与美国叫板骂街的战狼突然转变了画风，让人很不适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不甩锅美军了，在推特上聊起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高大上的话题。而常常要跟美国奉陪到底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也破天荒地说要感谢美国人民、企业和机构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让人鸡皮疙瘩掉了一地。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胡锡进，
这个以反美著称的环球主编竟然说出，如果中美在这个时候起冲突，历史不会原谅美国和中国，任何煽动中美冲突的人都将受到历史的谴责，俨然成了誓死捍卫中美友谊的义士。说实话，有点心疼这几个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得要多么的无耻和下贱，才能完成这种高难度的华丽转身。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大家记得吧？我在上期《大实话》的最后，模仿我们外交部五音不全的华春莹，唱了一首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结果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的来信和留言，说我很有美声男高音的潜力，有的甚至鼓励我好好练练，说不定啊，一不留神可以转行唱歌剧去了。说的我还真动了点心思，我就让我们外交部驻西班牙大使馆联系一下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哥，请他给我上几堂课。结果大使馆说，多明哥染上武汉肺炎，正在家里自我隔离呢。哎，难道真是谁跟我党走得近，谁就会中招？大家知道啊，这多明哥跟我党关系啊真是不错，当年他给老姜情妇宋祖英多次同台演出，08奥运、09鸟巢，甚至还在美化我党的歌剧《秦始皇》中担任主角。所谓近墨者黑啊，与流氓成性的我党是好朋友，自然也会染上流氓习性。这不，去年下半年多明哥被20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上个月多明哥不得不公开道歉，这回又染上肺炎。谁都知道唱歌的肺最重要啊，看来老多的艺术生命也走到头了，哎，也耽误了我的歌剧梦啊。好了，现在开始提问。这位记者，最近美国总统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对贵党的甩锅行为极为不满，连续发推批评中共应该花费更少时间来掩饰自己的缺陷以挽回面子，花更多时间尝试开发医疗技术，而不是简单窃取别人的创新成果，那么今天的情况呢将会更好。他还使用了中共撒谎导致人民失去生命的标签 China lied, people died。请问你有何评论呢？这个小唐纳德跟他爹川普一样，都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主，哪像拜登父子，跟我党那叫一个铁。这跟拜登父子没关系啊，我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我估计小唐纳德说的话也是他老爸叫他说的，虽然川普心直口快容易放跑，但一些话他还是不便直接说的，所以就叫他儿子说。因为小唐纳德没有政治上的顾虑啊，他不从政只是一个商人，想说啥就说了，没有政治后果，但他说的话影响也是不小的，我党还是会认真对待的。这不，他说完，我党的几个小战狼，包括环球胡编、我们外交部的耿爽盟营赵立坚都没怎么回嘴，就怕把事惹大了不好收拾。因为习总要出席 G20 视频峰会，不能到时候成为众矢之的呀，所以啊，该发飙的时候发飙，该认怂的时候认怂，一直是我党对外工作的重要方针。好，下一个问题，这位记者。确实如你说的，在20国召开首脑视频峰会前，你的赵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驻美大使崔天凯与雕盘侠《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集体在推特表达对美国的善意，与之前的战狼表现截然相反，这种急转弯让人很不适应。请问这只是为了避免习总在 G20 峰会上受到各国的指责吗？当然，这个脸面还是得要的。
再说，玩变脸那是我党的绝活呀，说变就变，而且毫无违和感。不信你们数数看，就去年一年，我党在对美问题上变了多少次脸，你能数得过来吗？说回 G20 峰会，这是习总几个月以来头一次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要避免这个会议变成世界各国对我党的谴责会、批斗会呀，所以就让赵立坚、崔天凯和胡边放软话，装孙子。赵立坚不再说病毒是美军带来的了，而是号召人类应该团结起来应对这一流行病，而崔天凯也打了耿爽的脸，竟然感谢美国人民、企业和机构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耿爽不是刚刚说完没见着美国的援助吗？你感谢啥呀？这脸打的呀，饼饼的呀。而胡边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他说任何煽动中美冲突的人都将受到历史的谴责。可地球人都知道，煽动中美冲突最凶的人就是你胡边啊。所以你听听这三个孙子装的节操碎了一地呀。不过别替他们操心呀，用不了几天他们又会翻脸不认人，破口大骂美国的。不信咱们打个赌？没人敢赌吧？看来你们也是了解他们的。好，下一个问题，这位记者。虽然赵立坚认怂了，可你们另一个发言人华春莹可没认怂。他周三发推文说，美国的三大媒体《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纽约时报》的公开信投错了地方，他们应该送给美国政府，并为美国驱逐60名中共记者鸣不平。结果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呛，说你们习总书记讲的党媒姓党。请问你有何评论？我不是说过吗？美国政府现在是越来越明白，越来越不好骗了。就像这种党媒姓党的话放在前几年他们根本就不懂，当然也就不会这么准确地怼回来。你听这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格斯塔是怎么回怼华春莹的。他说这些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属于外国代理人，并非新闻记者，因为你们习总书记也说他们必须姓党。一句话怼得蒙莹哑口无言。我还纳闷这几天蒙莹在办公室里怎么老打嗝，原来是被怼的呀，这口气出不来呀。后来耿爽就教他说，你也可以这么说呀，你们美国自打认识我们那天起就知道我们媒体姓党啊，怎么才说呀？早干什么去了？蒙莹一听就明白了，赶紧说我懂了，那意思就是啊，你们美国早就知道我们是流氓啊，怎么才觉得不对呀？我党从来都没变，是你们傻呀！保证气得他们干瞪眼，你们说是不是？好，最后一个问题，这位记者。中共甩锅美国不成，又甩锅意大利。近日央视和环球日报借意大利专家的一篇采访，说中共病毒可能源自意大利。结果这位意大利医学权威再次接受采访，批评中共官媒断章取义。为避免再度被利用，他三次强调病毒起源来自中国，并说这次中共歪曲报道事件可以被大学拿来作为教科书的示范，展示科学资讯如何因政治宣传需要被操控。请问你有何解释？打脸啊，总是来得太快啊，我没啥可说的。又是意大利，要不我再给大家唱首意大利名曲。哎，你们都别跑啊！